趣事，我跟热巴在片场休息的时候会对歌啊，但是我们两个基本上没有对成过，各唱歌。欧美的流星，流星，我往哪看呢？正上方看呢？带你去流浪，来，准备，开机，放第三杯流。第二次合作三生三世，其实不是第二次合作，就是我跟热巴合作过很多次了，我们的合作是肯定是会越来越默契的，而且都知道对方路数，就会更容易更快更默契。有很多小的细节啊，都是我和热巴我们俩一起临时发挥的啊，现场就是当时就觉得应该那么演，然后大家也都很默契，都接住了。比方说宋玄人去凤九卧房里面的那场戏啊，有很大一部分的动作都是我们自己加的。这种情侣本王从来没有过，顶着帝君的模样说这样的话，谁能受得住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王君不是贪图美色之人，但小九是。